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今天来田里面找老鼠窝了。那个老鼠把我家种的蔬菜就偷吃了，这个老鼠太坏了。一般老鼠呢就喜欢把窝住在这个草上面。你看，我就找到了一个老鼠窝了，这里。哎呀，这个像不像鸟窝啊？做的特别的精致哦，这就是老鼠做的小窝了，好小啊。其实老鼠挺坏的，专吃农民种的粮食、蔬菜、红薯等等。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小老鼠。没有没有，空空的。这里还有两个老鼠窝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小老鼠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没有，这个窝应该是刚做不久的。哇，拿一个出来。哇，哇，里面还有，里面还有，哇，四只啊，看到没有，四只小老鼠。哎，应该是刚刚出生的小幼崽，还没有长毛。哇，怎么这么小啊，好可爱呀，是不是？应该它的母亲都出气了。哇，真的太意外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还在动，还在动，哇！咦，耶，喂，它还会叫嘞！哇，有五只哎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还会爬嘞！哇，这个老鼠就挺大的，看，哎呀！刚刚有一只小老鼠从窝里面跳出去啊。这里面应该还有吧。哎呦，